小朋友，你好，小朋友，你好 ，Miss Suki， 你好，小朋友，你好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数字，一二三，三二一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呀九呀十个都到齐，我们一起玩游戏。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呀九呀十个都到齐，我们一起玩游戏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小蛇散步。这里有一块地，地上有一个坑。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哦，下雨的时候，水把坑填满了，出现了一个水坑。现在呢，太阳出来了，有一条小蛇去散步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。小蛇发现了水坑，小蛇跳过去，啾咚。小蛇跳过了水坑。这个时候，有人说：“请等一下，我们需要帮忙。”哦，谁来了？啊，是老鼠。老鼠，老鼠来了。老鼠说：“请问，我可以从你的后背走过去吗？”蛇说：“可以。”可以，老鼠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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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鼠走过了水坑，跟小蛇说：“谢谢，不客气，再见。”一只老鼠过了水坑，请等一下，来了一只蜥蜴。两只蜥蜴，蜥蜴说：“请问我们可以从你的后背走过去吗？”小蛇说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蜥蜴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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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小蛇的后背走过去。蜥蜴过了水坑，跟小蛇说：“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再见。”两只蜥蜴过了水坑，请等一下。哦，是三只蜗牛，有蜗牛爸爸、蜗牛妈妈，还有蜗牛宝宝。请问我们可以从你的后背走过去吗？小蛇说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蜗牛爸爸走走走，蜗牛妈妈走走走，蜗牛宝宝走走走，他们从小蛇的后背走过去，爸爸走过去，蜗牛妈妈走过去，蜗牛宝宝走过去，他们跟小蛇说：“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，不客气。”我们有一只老鼠，两只蜥蜴，还有三只蜗牛。哦，请等一下，谁来了？
哦，是蚂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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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蚂蚁来了。蚂蚁问小蛇：“请问，我们可以从你的后背走过去吗？”小蛇说：“可以，可以。”蚂蚁走走走。第二只蚂蚁走走走，第三只蚂蚁走走走，第四只蚂蚁走走走，从小蛇的后背走过去。一只蚂蚁，两只蚂蚁，三只蚂蚁，四只蚂蚁。从小蛇的后背走了过去，他们跟小蛇说：“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，不客气，再见，蚂蚁，再见，小蛇。”现在呢，有一只老鼠，两只蜥蜴，三只蜗牛，四只蚂蚁，跟小蛇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小蛇。”如果看见 Masuki，要跟 Masuki 说“你好，你好”，收到礼物，说“谢谢，谢谢”。哦哦，撞到别人，说“对不起，对不起”。游戏完毕，说“再见，再见”。晚上睡觉，说晚安，晚安。表达爱意，说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庆祝生日，说生日快乐，一起唱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吹蜡烛，呼，很好。现在呢，要跟 Masuki 说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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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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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再见，再见，Masuki。再见，小朋友，再见，我爱你。If your kids enjoy this video, please hit the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for updates. Also, check out cool-panda.com to find out how to sign up Misugi's classes online. See you next time.